交给明慧的会员们，都是来自缅甸大泼水节活动开幕。首先呢，我要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向本次活动的举办表示最热烈的祝贺。Thank you everyone for showing us. Welcome to the Canada. By the Myanmar Association. 出发就好。尊敬的我们的这里的缅甸的乡亲们，感谢所有的来宾。今天的话呢，缅甸泼水节，然后我们公司日升集团的话呢，有6家公司在这一边，我们赞助这一个泼水节的一个活动。今天看，看的话，人山人海，人很多，大概有30000个人的观众来到现场。那到目前为止，现在已经快1点了，我们4点钟结束。我们这个进展的话呢，目前的话呢是最受欢迎的。那进展的话，刚刚上市，在那个美国。整个美国市场东岸的话8月份上市，那现在超市的话呢是很受欢迎的，卖得非常好，每一家超市都是每个礼拜都是空着架子在摆货的，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尝试一下进展鱼干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。